人啊，这两个固定习惯。先三楼会当然，伊讲强迫咱来金哦，这规划会用过。伊讲强迫哦，强迫咱来金，这个嘛是一楼，这嘛是一半，啊，这个嘛是一半，啊，这两个看这个金。到第二，第二个来金，用土买金，看这个金，啊不得金空为心，不得挂空自挂。你要了解这个金，看你对一只，金嘛丢丢，皮在半皮。你的挂你若无了解呢？所以古圣人讲，教文都识数可以。这古圣人讲，这古圣人是啥？金，唔是讲对一个金有贡献物件啦，是讲。圣人圣贤不道经，就是咧保众生。所以你这经无用处，你看别经；别经无用处，我讲，你看拢会了解一下。哦，人不得经空为心，来遮世间，你若无得着道，我问你着啥？那要问道，实属可以。哦，是啊，你了解一下，三宝了解，一三半处怪经。你予卦卦真中天，哦，飞鸿地位这个卦，跟这个真中天，了解，啊，圣贤炎炎来处，圣贤炎炎，一圣一圣一圣一地一地圣圣贤不如东，大体传来，传来咱了解，啊，如今七识含藏两波罗万法圣业的本质，如今这本钱，确实。有含了哦，如今这本册确实就蕴藏了一样，好多一万空八百年万法的这个本质，好，不一定哦，咱来研究了解，解完以后，哎呀，咱都将平常的传承，哦，严公务基础。七无限的，咱啊，咱就到这，咱就到这。祝欢喜！有平时阮拢来的，不也落福？功夫之处啊，圣德达天地之功。咱呐合二四十之，会当保咱的乾坤相自在相太乾，不玲珑不玲心龙调起，你就会走去。那么呐，安尼呢？但是圣德已经达到天德，圣德达到天德，哦，所以呢，圣德人达到天德，大家有情，受福好教，但依求己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哦，同胞皆是天地不离妖，前世的花，到这时阵，咱也是要达到安尼。咱人真正运动了解开，咱的性命，咱的性命，祖先，祖先的德已经达到一天的高度，哦，达到遐，哦，所以大家有情，受福普照，求己所至，哦，同胞普受天意，脱离了生死的苦海，真正。伊唔讲，根本是对听这部经，一种敬，一种慈，一是敬意呢，一是敬意。哦，我后生发觉得啦，后生发觉得说这部经好啦，开始吃好经文，养到经文。第一天，哦，真正是养到。我对伊有这个所在讲，这得到真理，讲。其实伊讲到实在，我讲实在，我到底我伫何等只？我今仔毋是来趁钱呢，啊，我过来只讲袂出咯。我就是咱那个，我同你讲干嘛？哈、啊，我这十几年啊，你都唔知心唔知喊呢？
你答，人前靠一条条，不前靠。从我开始写新标准，还是怎样？所以认真听，对咱绝对有益处，无害咱，大家负担哦，大家负担哦，不是招人的焦点啊，招别人的焦点里面所在，啊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啊。辅助啊，得不高，比如你，只要你敢做，咱里面叫我们的事，没叫我们的事。只要你认来做，咱来自信，滚出的物件，无咧会倒转来，上唔会亏完的。哦，但是唔会落叶亏钱，上唔会落叶亏钱啊。哦，这个点对。你看，总统有交钱过。伊死遐一冬，趁呆呆哩。阮我都毋是台湾人，我是台中来个，我变后天就听哦。台中来安怎？我变人等台中啊，我头怪怪个人，伊拢请同伊啊。啊，要到遐危险，但要到遐危险无？我爱到遐危险，我到伊烧来啊！我后天变南非空，我到遐等伊啊。哦，是安尼，卡达是第一种啊。当天呼吸，闻风而至。只要咱认真，咱认真在做，哦，当当打起来，一当当打起来，淡定无惧，一当当打起来，打袂惊，认真打，打袂惊，认真打。兄弟姊妹，当然，伊会来甲咱动手，啊，所以晓得传人，懂得传话，认真做。啊，小点，别看见老师考几个答案，一条是四条考，卖个老济个，哦，第二条讲是讲滴水当咸鹅，哦，滴水当咸，慢慢当咸加水个考试，哦，啊，滴水当传香，你看迄，伊个流行太久了，叫居然叫过，一九条不解开。这个代志啊，好，所以面包不如一道东风欢笑。啊，这两个姊妹，同同咱都是拢面包不如吧，拢老母的囝，哦，拢叔叔叔母的徒弟，啊，大家呢，拢一道东风欢笑，哦，那不是不也不好吗？安尼不是快乐吗？安就是快乐，哦。人不低，人不稳，不亦稳住何？学者修其无了得了无，但求得修其无得了无，了无咱家己学道是要为咱家己哦，其中自得。学道咱了解咱家己，得咱家己得着嘛咱家己个，咱家己去找嘛咱家己个。好啊，学者为己，修缘放修缘把它修。哦，你蛮好。伊昨天我怎么是光来修的是啥呀？我回来我比伊光来修光来做，都是老王做，因此嘛我没个责任做。哦，是吗？得爱低心下去，哦，爱低心下去，安尼，咱后生代，你若去控多住来，所以学者为己，己达到。国在其中，咱就了解这道，哦，了解这道，咱快乐在咱内心，快乐在咱内心。国在其中，日不低，人不低，动不混乱，把人唔知影咱在修咱的哈，不要紧。咱唔免考虑，哟，我做这事情，我度这钱啊，我天公话这话这，你都唔知影我做。这样，阿爸，咱这样个，咱认真来做，尽力去做，尽咱的命阿去做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人不低级不稳啊，人不低到无混乱不也其实，所谓先一级稳住呀，阿人倒是是这样子个心，不要多做，不住呢，控不住心，哦，下节发端，阴差中，控不住这些熊在水旁。下脚，伊行过脚丫，
通发烧，讲这哦，安怎啊？做安怎啊？讲一道就是，发单，含伊写个单，做人大拢甲逼逼过，哦，所以伊顶错重要，啊，到顶错重要无，去顶错啊，有伊叫鬼个含，不然接到无含水人顶落，首先个含几种事宜啊，所以控制控制住出来了，安怎讲？因传是个报几天啊，几三岁块钱，伊也达好出，哦，信用啊，七十是个数，啊，十是个，哦，失败，第二个，失败，哦，讲感恩，一天讲感恩，民族间才对平等着，连故宫再无法出国，你看，啊，这建树宫。讲这两个，建筑材料出口，就是讲相比较贵，啊，文学跟工具，所以德行排第一，文学排第上位啊，所以你话，唔是你班读书，是做个钢筋的德行作法，贵啊，这样，只要有德行认真在做，这个就是，所以讲人民出现相比较贵，哦，前四啦。德行排上，你看这这这这，规个过程由咱写到足清楚了解，哦，所以一直真操作了，文章有中气甲结合，含嘴就连讲，要甲问路人都唔敢讲，人都唔敢讲，这中气甲结合，因这温书啊，哦，我那得四年啊，温书啊，唔敢讲，哦。如果不是有人不地理不文的这些事啊，言之数吗？啊，以前咱老前人辈五代以前的精神啊，联合其他些呢，所以在两千万年前早就发挥了。所以只卖见得修，拢是精神，唔知修几代人来啦。这回呢，两千万年前咱就干那荒废去啊，可以直接啦。从靠着这个建房子过去，哦，两千多年前早就荒废了。当时人山梁之低，实在实在，一个是水磨了在，不住阴晴就现出。一论语的十章王公教，从孔子到朱老，出于有三事，哦，看到自己，哦，山梁之低。哦，三人出题，相互合作，这话实在是哦。孔子底下，一些伦理的杂交哦，咱啊这样看，所以咱来了解这个事实。这回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什么事物？咱先了解。不了解，咱我多谈几个事情。伊讲，学术底相互合作，三人出题，实在实在。诸罗共济三修之中，你自己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，先进一切是恶钱，咱自己都知。所以本来小弟兄，小弟兄山，小弟兄山旁的顶面，哦，啊，看到孔子来，看到孔子到诸罗，啊，两个这样过，啊，背的，自己人背的，相继好久，啊，切出地相继好久，背起来。是三年十岁，是第二十岁，可以不？哦，所以控制住了解那个劲，一块那个劲，大家看住，大家看住哦。啊，讲三年出地，实在实在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哎，自己都知啊。哦，会做的是甲未做的，自己都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来以为。以前第十章节就是咧接触念头啊，咧讲个这，爱有地位才做得出来，无地位做得出来，所以诸罗听到安尼，拜自己，诸罗降级三年之久，爱自己怎啊？爱三声，听三声，这来有意思个，啊爱五声，啊爱两声，啊爱三声，这来有意思。哦，所以大家要了解，哦，慢慢啊，要了解。
要摆到 C， 就是真正是用。好，哎，这个就是等于的三公链。对学者，学者来讲，学习是学习的重点呢，是对的时甲时，未使离开了时，嘛未使离开了时，无时。所以已经作表示，空性人嘛作表示，哦，未使无时无时，哦，所以时时是重点，哦，是时甲时，哦。首先，咱来注意空性人的传播的这个定义，讲过了，控制的传播意思，咱就是未当不了解，只要咱自己去研究，咱就当了解。知影讲合文，普通一般，交一般咧讲的混合，完全无相像，啊，完全无相像。儒家在即个合文内，儒家的思想，哦，合文在儒家思想内面，唔是混合，哦，所以呢，即个解说，伫本篇内面拢有，合文唔是混合，文章好是文章好。文章好是即个人文章好，学问文章好，并不是学问好，是伊知识好，还有化学。只有学问呢，更要哦，更是唔捌看字字啦，不识一个字，也是可以说学问，嘛是讲才讲学问。哦，做人对，做事对，做对个对，做对个好，这就是真正学问。这唔是以个人的特长的心。心里给人硬讲出来，哦，而是以圣人所讲的事实的证明，哦，所以咱把这个《论语》专篇来研究了，咱就知影，哦，孔子讲完做人做事如何完成做一个人，哦，而这个做一个人，而这个目标达标，所以。明朝这个陈美公有做一百四十公啊，如何是独乐乐？处事哦，无事处前者，一直是人也；无事修养宽裕，一直是人也。啊，如何是无教民乐？用易坤一条啊，幸福是人事。咱若听明姊妹在讲《道德经》文章。感觉讲哦，足够诶，我一过一了啊，幸福是回事，这些是人们那边讲，啊，幸福是回事，啊，如何是以降落落，啊，或初中同道还无物，而至用君，作就是初中同道不能是无物，心难宽，大家不要紧，啊，所以那我这款心境呢？但是是到这款心境的，哦，咱就无法度来达到，人不低是不一定的，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不了解，但进一步增加是进步。哎，到时间咱来讲第二章，再讲话，再讲话。嗯，是的，是。身体，嗯，辛苦。有主啊，有主啊，为人民，有人呀，好的。只要还上条线，我还上条做人情，与其有缘，关注不过不能提条线，好的也是要有情之关系。有主是孔子的鼻祖，人讲有主比孔子减十三岁，骂人讲减三十三。但是这不对，那么是安怎叫幼稚的话来读做第二章？这就是要还接受的功夫。幼稚就是当时孔子的作家，孔子若无伫个咯，幼稚在代替个教人。所以从这个功夫，这个接受的功夫来叫排成第二。你讲你三公里若了解了，后壁对对去做去，意味真正好滴。第一，听人讲什么，讲上亲，老爸老母，嘛是老爸老母对咱的
因为上大，所以就来。来的爱地，这就是小弟上敬听高兄弟的大事。啊，对对，因为现在较无啊，较早安做迄个时代，拢小弟小妹拢能解答唔着，啊唔着答唔着，拢做哎呀，都做人大事啦。细汉阿就办咧爱，哦，哎呀，啊所以呢，这个会情啊，所以好地这两字呢。是咱人生应该爱去遵守，啊，就是咱自家心事应该爱去做行为，哦，所以做人一定要好地，只好幻想就善，你若好甲地做会出来，幻想就少，因为你知影好顺，知影地多，你就会去幻想作乱，哦，不幻想只好作乱，才二字有名。哦，你若未幻想，搁未作乱，诶人呢？若未幻想，搁会作乱，切着着啊！哦，讲不好幻想，只好作乱者，不是个，稳住稳，稳定之特性。啊，爱稳住一定爱稳稳，稳住一定爱稳稳。稳住一定爱稳稳，啊，稳定。二德性，